是经典，我那是爱讲难说啊。有大公鸡叫虎仔，大公鸡去学用的呢，就是去学汉族，还多打发出来。汉族就是地瓜。嘿，用的还讲用的呢啦，多打发的。啊，是迄阵我会记的我，主爷就是阿姊啦，阿强、阿华五六个大公鸡要出去捡。搁包括你叫虎山，边啊远看牛马翘起哦，乱撞啊！迄个伊个就玩个啊，哎，听人话说啊，人个爱卡顿来卡顿变，强调的，啊腿啊搁加水拉拉的，啊我用大棍去叫虎山，因为伊个无啊，啊我他是有。哎，牛马人跳起，我就跳起；哎，我打架，我就冲啊！哎，就不话的，冲来那个孙啊！从小就在打不起跳不起，哎，他是很亲身经历的。哦，啊，就是讲有一回伊安尼尔，伊敢无小心，讲起来。